件呢，里面呢要穿一件就是背心或是 T 恤都可以。那妞儿平常呢，就是会穿我身上这种背心，或是一般基本素面的小背心哦。好，这件是什么概念呢？一个喇叭袖，非常非常好看。然后呢，只能说身形穿起来非常的漂亮跟美丽，胸部多大都穿得下，不用担心。然后呢，它的喇叭袖是超漂亮。这一件呢，只能说正式进入秋装，就是非常适合秋装，而且它的料子是这种的，有点微厚的布料，立体压纹的。其实整件都是透的，但是呢它是厚料然后立体压纹的面料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然后刚刚有说里面一定要加一件背心，但是这个背心呢在任何人的衣柜里面都有。好，黑色就是最显瘦，下半身呢你可以自己换宽裤、皮裤、皮裙、格纹裙、豹纹裤，如果换上皮裤全黑的概念，大概就是妞儿现在这个样子，也非常的好看。所以谁家没有黑裤，不一定要我这件皮裤啦，你所谓自己的一件黑色都可以。好，大小不用担心啊，你说你肚子很大不用担心，绝对穿得下。然后呢胸部多大都穿得下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今天呢真的想拍照围露的话，还可以往后稍微拉一下。好，它有蛮多的用途，它是皱皱的，而且有后磅数，不用担心这个出门不需要再烫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色超美的，美到翻掉了。好，它跟一般的黑色蓝色啊都很不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喇叭袖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的颜色哦。